你又麻煩一分鐘之內咧估曬佢哋咧就最好噶啦。好， okay. 我哋嘅參賽朋友係咪裝嚟啦 ？OK， 好簡單啊，嚟第一位朋友呢、okay. 個係阿 Destiny 嘅 partner 嚟嘅。裝佢哋先好唔好啊？你一組先。係叫咩名啊？你叫 Hello 啊？阿龍。Hello。阿龍哥。靚女，你點稱呼啊？靚女。姓王。姓哦，你叫做姓王係啦。嚇、啊，姓王。姓王美琴。Karen。啊 ，Karen。你跟我講英文，我真係敲氣過啦。你就講一隻配料啦。係。一隻配料，一隻配料。係叫阿琴咪得啦，係咪？靚女琴。阿琴你好啊。Okay. 唉 ，OK， 杜生嘅 partner 就阿琴啦，咁呢邊就阿龍啦 ，OK， 好、okay. 簡單啫，我哋一組組嚟啦，係嘛？好，第一組邊開始？我哋 Destiny 開始啦，好嘛？好啊，好啊。好啦，我嚟咗呢邊，我哋 Destiny 去啊，美院呢邊，我哋美院呢邊，係。問題就在美院的手上啊！唔可以睇，唔可以睇題目啊！係咪？係咪 ？Destiny 可以睇，又有睇，係。佢又唔俾睇，佢又唔俾睇，咁邊個俾睇啊？俾字你真係要長高啊！佢睇得啊，好啊，醒啦喂 ！OK， 好啦，講爹哋而家要比手畫腳。好，我哋計時嘅。好，三時間。好，第一個字。好，第一個字。我幫你攞住支麥。好，開始啦。好，第一個字，第一個字。開始啦。嚟啦，開始。One。唔可以講嘢㗎你，係繼續。第一段西我哋換啦，即係。枕头底日日当宝，慢慢烧住等初冬究竟几时？什么来的？什么来的？你看它像什么？啊？像啊？像 ？OK。一个字系咩 ？One。再十秒。啊，对哈。OK。好，第二个数字，第二个问题，第二个问题，俾俾你睇先。OK， 好。好，俾大家睇。系啊，嚟，开，继，继，继续。还有二十秒。我。係啊，係，咁我又試下一路一路下次得下，一路拗，真係要喎。個靈感啊嚟啊，個靈感啊嚟啊，講都好啲啊，猛猛聲啊真係。好嚟啊，靚女琴，我哋同阿杜生，阿琴嘅，阿琴，阿琴你呢邊？阿琴呢邊？你可唔可以一路估一路唔好拗啊？誒，杜生不如咁啦，見我哋有一分鐘時間，頭先三題都猜到係咪？係係。你咁就可以猜到幾多，我哋盡俾你。好，嚟，好，好，好，嚟，好，計時開始啦。我哋先咗兩份，係啦，一樣一樣，跟兩份，係每人都有嚟，即係贏又兩份，輸又兩份啊！你真係撚化我啫，冇事啊嘛，人人有飯開係咁噶啦。
每人都有兩份。我哋送你嘅係一家真正嘅好年招生。影張合照，影張合照嚟。OK， 招合照，合照，合照，合照。嚟 ，Daphne， 我哋望住呢個前面啦，琴嚟，即係打下攪等先啦，嚟影相先。3, 2, 1，Cheers！ OK， thank you。多謝曬你，好嘅，係我兩位俾啲紅包封你哋，好嘛 ？OK， 多謝曬你兩位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藝人啦，再加埋星馬嘅演員一齊合作嘅。咁香港人方面咧，有薛凱琪、盧海鵬、施君、陸永等等嘅朋友。咁新加坡有嗰個小李，係有嗰個主持，我都有份啊！我話俾你聽，真係嘅，即係988咧，雖然好團結，但係芝加哥殺手專殺自己友啊！佢有個同事啊，有份做明星都唔愛講啊，都唔愛講啊，講啊嘛！新加坡到新加坡啊！如果玩輝哥再嚟馬來西亞，有得佢啫。人哋啊拋空演出，你知唔知啊？抽空演出，即係抽空，抽空演出。原本角色係佢㗎，即係佢冇空，冇空時間演出。啊，係啦，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咧，即係正馬集都有講啦，因為你知啦 ，Care 話。藝人都藝唔到呢個 CD 啊，所以我哋五個 DJ 咧，嘔自己嘅 CD 出嚟送俾阿澤。有 Daphne 啊，手都震啊，真係手都震啊，好感動啊！喺呢個時候，我都係喺現場嘅朋友，我哋不如你都大大大合照啦，好嘛？好啊！我打機，我謝謝大家，吹啊！係，高舉你嘅手，高舉你嘅手。大家举手啊，我们一起来拍照，手全部一起举起来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好，来，来，一、二、三，耶！二月四号开放啦，记住要支持入戏院睇。多一个，呢个就系我自己嘅上到网咧，我哋自己有，我哋视频嚟嘅呢个，大家一齐嚟讲开饭啦，好嘛？好啊 ，OK， 用一二三。我哋等一齊講，吃杯了 ，OK， 耶、yeah, ，準備啊，準備，一、二、三，吃杯了，一、二、三，嗱，當然我哋阿澤咧咁簡單嘅啫，佢咧就帶咗啲禮物咧送俾我哋現場跑嘅，係咩嚟啊？紅包冇啦，好利是啊嘛，利是，所以我哋請我哋嘅阿澤同埋 Daphne 嚟派紅包。同一時間咧，我哋都唱呢首歌。這首歌是我們一家親親過好年當中的歌曲，就是收錄在我們的專輯當中。希望新年大家過個好年！新年好！大家唔好爭啊，唔好爭啊，慢慢嚟啦。你講啊，小兄弟啊，小兄弟，新年到啦，過年啦，唱首歌對你啦，生日好，長壽到你。恭喜呀，過年啦，張振下你係嘛，轉一下接後人三歲，負責負累，日子好過去，換個角度再去追，相信温暖進那福氣聚，運氣夠大鼓出去。看这冰山。
最感谢杜文哲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开饭啦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那舞台交翻俾我哋 DJ 啦，我哋系时候翻瞓觉啦。电影呢，2月4号呢就会在马来西亚公演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支持。那同时候呢，其实大家也应该有，应该到网上去看一看我们 DJ 的表演。是的，哪个表演？我们很多个表演。我们其中一个表演呢，就是一家亲戚过好年的歌舞剧。没错。我们又唱又跳的，对，都有可以说是很精彩的表演，是是是，有点可以说很精彩的表演。谁已经看了？有人看了吗？有吗？有吗？有，有吗？好，不如这样子吧，我们马上来唱歌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这也是收录在我们《一家亲亲过好年》专辑里面的其中一首歌。是的，请音乐来直视唱。这一首歌，这首歌呢，许愿过好年，你们可能都会唱，请大家一起来唱。介绍一下，我们每个人来说说自己做的节目是哪一个节目，好不好？哎呀，靓声王开始啊！系，我系双李子超，识唔识听广东话？识听下啊！有冇听我节目？星期五，星期五系咩啊？星期五，系啦，边星期？星期五，好嘅，星期日咧，星期日6点嘅那些年。那些歌系那些年，那些歌，我系阿双李子超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我是 Chloe， 那是我第一
次呢来到光华春晚，然后跟冰城的朋友见面，希望呢大家可以在新的一年里面呢可以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。那我主持的节目呢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还有明天下午3点钟的魅力星期天。我是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的约会蛙，就让我是吴雨欣。我是星期六早上9点到12点美眉秀见 KC， 谢谢大家的支持。他同时也是开放了电影里面的小笼包，没错，一定要去看啊，我还有片段客串的，一定要看啊，推动我的时候要拍烂手掌那种，一定烂的。我是主播吧，新闻主播，还有呢，就是刚才6点到8点的时候，大家都听到我的声音了哈。我是周末巴士站的主持人，同时我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身份，就是比内尔。我今天呢是第一次参加光华春晚，可是呢，我在这个地方非常的熟悉，是哈，因为我的老家就在后面一条街。我还以为你说你的前男友住在这里，不是啦，不是，我的家都在这边，不要这样子，我家人在那边啊，不要这样子，没有，没有。前男友没有住在这里，他前老公住这里罢了。吴建华拜年，吴建华拜年。大家恭喜发财，然后身体健康，第一条就是平平安安啦，好不好？好。这几个还要一个一家亲亲过好年，吴建华怎么讲？等一下，这有点难度。一家亲亲过好年。鬼好年，是吧？鬼好年，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彪明，我所主持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五傍晚7点半到8点的988新闻线，还有星期一到星期四晚上10点到1点钟的988今晚最耐听。太心虚了，对不对？很开心，这一次应该是我第4还是第5年到光华春晚来了，每一次见到你们呢，都觉得我们可以尽情的唱。即使我们不是专业歌手，在这舞台上有你们的力量，我们都可以唱得特别好，特别大声，所以我们马上就再来唱一首歌好不好？好的，这一首歌曲，好，这一首歌呢就是一家亲亲过好年，在我们的歌舞短片当中呢，这一首歌我们全体 DJ 都一起跳舞的，今天我们请来Sean来跳。Oh.
DJ 九八八有声有声，谢谢你们，一家亲戚过好年。也谢谢杜文泽哈，谢谢他们给我们丰富了我们今晚的一台节目，谢谢他们啊，我又再欢迎出来了。那为什么换呢？他们讲有点像打斗哈，其实不是打斗，我们以示尊重，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同样是好看的，还不是因为节目到了尾声我们就随随便便，绝对没有哈，我们的好戏一直演到12点哈。所以呢，再次的谢谢九八八的 DJ。接下来我们轮到我们的歌王歌后上场了哈，我们掌声欢迎。